吉安乡立幼儿园在哈罗公园举办了圣诞展演活动，幼童们在乡长尤淑珍、园长老师及家长陪同之下，装扮可爱的保家音，还有律动表演，而亲子走秀更是活动最高潮，大人小孩都展现了自信，共度欢乐的圣诞佳节。庆祝圣诞节，吉安乡立幼儿园的小朋友各个盛装打扮，在哈罗公园广场报佳音，吸引了过往民众的目光，大家热切感受到圣诞节的温馨气氛。这是吉安乡公所举办的圣诞展演活动，透过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表演，拉近亲子距离，也展现孩子们的学习成果。圣诞节也是行宪纪念日，带给孩子满满的感恩以及节庆的快乐和整个的一个学习单元的活动。我们相信今天走出了乡幼的大门，来到了我们的哈罗广场，跟所有的行人、跟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分享他们学习的成果，在校园里面的诗唱跟我们的学习的乐果，我们相信带给孩子更多的社会能量，跟与人与人之间接触，还有展演的一个自信心。我们谢谢所有的师长的安排，当然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来往行人跟所有乡亲健康平安喜乐。除了报佳音，还有大中小班小宝贝们轮番登台表演，每个班级不同的造型打扮，可以看到幼儿园的细心和家长们的用心。台上小朋友们超萌的演出，台下家长们热切的拍照，最后还安排了亲子走秀，让家长和小宝贝们一起欢庆圣诞节。乡长尤淑珍表示，乡幼规划这场温馨的活动，创造舞台，鼓励小朋友们可以展现平常在校所学，也要带给乡亲们一场共融的美好盛宴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